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跟大家交流说，我其实特别希望大家更像个植物，比如说就像一棵树，这棵树它能够从小长大，可以长成参天大树，就是因为它能够不断的向生向下，让自己有一个非常的坚定的丰富的根系。那这个理解就是说，你其实是有可能在不同的环境里边，也可能这个环境本身有非常多的挑战啊，也许有很多的这个好的这个机遇，但是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你自己能不能够清晰自己，能不能够有内心的价值判断，而不要在意外部的这个评价。